腰上面背阔肌、三角肌、弓、躯干肌肉。好，来看这个腰。腰上面的肌肉有，我讲过腰上的肌肉有很多方向的嘛，我们光看这个好了。你看这是一个最内的，它是循着脊的，循着脊椎的，这是一个中央的力量。好，你看这边这个腰的肌肉的方向是往前包的，是横向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往上的，斜上的，这个是从胯这边过来往上的，看不懂。所以当你在做这个的时候，当我从阳变阴的时候，我是长的这个肌肉，你把它拉出去，回来的时候，这个，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圈，从这个回来，看不懂。所以不是光这个，是出去是线，回来是圈，你看。所以它有这个圈，所以不是这个，不是这样用腰，晓得吗？是这个出阳回来，你看回来，旋转的斜方向的。老师，那道长的是也有连到肩胛骨，连到手。有啊，所以它这条线嘛，一直到手嘛。看不懂，腰到手，紧回来，所以在这个线，你看，这个线你要练这个线，这才是这个力量，这才是腰的力，哎，看不懂。